was love at first sight on the 2nd of July. Met her on the 3rd floor 4 times in one night. It was a little bit of magic and the time stood still. She took me to another site. She got the key to my way. Tell me, how could such a good thing only last 1, 2, 3, 4, 5 days? Once in a上午的11:25，我们的新郎新娘乘坐的花车已经来到了咱们碧海云天酒店，一场盛大的婚礼将在这里举行。接下来有请新娘下花车，这叫喜神福神两边开。有请新娘下轿来，先拉车门，拉窄了，拉开，对，来面向新娘啊，一鞠躬，来，妻子乃是掌上宝啊，再鞠躬，下班就往家里跑了，三鞠躬，发了工资要上交啊，翻译一下，大致意思吧，就是回家，按时回家，按时交钱，行吗 ？OK 吧 ？OK 来吧。还有，媳妇儿来，给个大红包，下轿礼，翻译一下。啊，这是 family for you， 嗯 ，so as a gift。啊，来吧，兄弟，九九天长地久，来。
好的，今天呢，各位来宾，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大家中午好。欣赏完一段激昂的音乐，我相信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的心情都是和我一样的，为我们的新郎新娘这一份幸福的结合而感动而开心。我们的新郎新娘呢，和天下间所有的男女情侣一样，他们一起经历了相识相知和相恋的人生历程，他们一起经历了爱情风雨的洗礼，终于迎来了今天，即将叩开这一扇属于他们的幸福之门。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全场的好朋友一起按捺一下我们激动的心情，待会儿我要请出我们今天的男主人公李威先生。当新郎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的时候，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持久的掌声、欢呼声和呐喊声，好不好？好，好不好，朋友们？好。来吧，让我们所有的来宾一起聚焦幸福的花瓶，掌声有请今天的男主人公李威先生隆重登场。好的，朋友们，出现在我身旁这位英俊潇洒的帅小伙，就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官新郎官了。新郎官，你看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亲戚朋友，街坊四邻都来参加你的婚礼，面向他们打声招呼。今天呢，非常感谢各位亲戚朋友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的婚礼，谢谢大家。他的帅气的新郎已经率先的来到了属于他爱的舞台之上，那么美丽的新娘呢，还迟迟没有出现。来，宾朋友们，让我们再次聚焦幸福之门，一起用掌声、欢呼声，有请最美的新娘。新娘的有伴娘的陪同下，已经来到了这幸福的花瓶中。那么此时此刻，砰砰直跳的心，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好了。好的，新郎。那么接下来，你可以向你的挚爱出发了。各位朋友们，一起响起你们掌声，为新郎加油打气，好不好？好的，新郎。现在你已经来到了你爱人的面前，那么接下来就请您当着众多亲朋好友的面，向你的妻子郑重的求婚。Honey, today I'm the last man in the world.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I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来吧，朋友们，掌声、欢呼声再次送给他们。一对新人一同站在了这幸福的花瓶中，新郎新娘，你们面前的这一条通道就是一条婚姻之路。当你们踏上这条路的时候，彼此的肩上就多了一份责任，这份责任是对爱的责任，这份责任是对家的责任。此时此刻，让爱轻轻的漂浮，让爱静静的降落，让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来体会这一神圣的一刻，让我们怀着对婚姻的憧憬以及尊敬，来共同聆听婚礼的进行曲，为新人奏响了。啊，行。
着神圣的凯旋门，踏着婚礼通道，已经来到了属于他们爱的舞台之上。祝你们丝罗共结，百年偕老，琴瑟相伴，地久天长。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面对面，当着众多亲朋好友的面做出以下庄严的宣誓。请问李威先生，您愿意娶你对面这位温柔美丽的九弟小姐做您的合法妻子吗？我愿意。无论是贫穷富贵、疾病与健康，你都会爱她一生一世吗？我会。那么好，请问九弟小姐，您愿意嫁给你对面这位温文尔雅、英俊潇洒的李威先生做您的合法丈夫吗？无论是疾病与健康、逆境还是顺境，你都会爱他、跟随他、与他相伴一生一世吗？我会。我愿意。我会。朋友们，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在此刻听来却是那样的凝重，那样的掷地有声。来宾朋友们，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为他们见证好吗？爱是付出，爱是给予，我们要相信爱是永恒不变的期待，相信爱是幸福的主宰。在这幸福的时刻，新郎新娘要为彼此戴上一枚幸福的指环。来宾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幸福的花瓶，一起掌声有请爱的信物。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默默的祈祷，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曾经走过漫漫长路，泪水模糊了好的，谢谢可爱的小天使送来的祝福。来，这位小天使，你有什么话要祝福新郎新娘的吗？祝新郎新娘早生贵子。好，谢谢可爱的小天使。来吧，有请新郎新娘从小天使手上取下你们爱的指环。好的，掌声欢送可爱的小天使，谢谢。有请新郎把这一颗无始无终的缘佩戴在你爱妻左手的无名指上。有请新娘也把这一颗无始无终的缘佩戴在你夫君左手的无名指间。接下来有请二位新人把带有戒指的双手高高的举起，展示给所有的来宾。朋友们，让我们掌声祝福他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的，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把你们无数次相牵的双手再次相牵。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共同来感受这个神圣而又浪漫的时刻。我相信此刻的新郎一定有心里话要对新娘说。来，有请。 My lovely dear Jodie, you can't imagine, can't describe how exciting am I and the words actually basically I'm running out.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like I said a little bit earlier, I'm the luckiest man of the world.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putting up with me for so many years. I know I'm lucky and I will be lucky forever. I want to let you know I love you, I love you forever. Please, I love you, I love you forever. Father, 新郎此刻的一番话，我相信已经打动了新娘的芳心。台下有所有的来宾要求让新郎把你说的这一段话再翻译一下好吗？来吧，有的话不能翻译，你知道吗？ Missing out in translate. Jodie, 我最亲爱的 Jodie, 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男人，能够跟你一起走在一起。我向你保证，我会全心全意爱你。我不光是爱你，现在我会永远的爱你。谢谢你能够在过去这么长时间能够忍受我的忠诚，不成熟不举动。今天我可以非常非常郑重告诉你，婚后我一定会好好的做我一个丈夫的妻子。我爱你，再次爱你。
好的，现在指尖的暖流已经流遍了二位的全身，这枚戒指呢散发着所有的光芒，让你每天都能感觉到情人节的味道。您是我全部的全部，您是我全部的追逐。新娘在等待这一神圣时刻的到来，新郎不要犹豫了，展开你男人的臂膀，去拥抱亲吻你美丽的新娘吧。好的，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宣布，李威先生和邱蒂小姐于公元2013年2月6日情定今生。来宾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好吗？好的，多么浪漫的时刻呀！今天真是花团簇锦迎新人，玫瑰飘香香满门，新郎新娘定终身，咱们掌声有请证婚人。接下来有请河南汇龙电力有限公司的工会主席程主席上台为新人致证婚词，掌声有请。